手表吗？能打电话的，哇，真不错，200块钱够了吧？拿走。哦，真的。妈，要手表干什么？哎，我不给你钱了吗？200块钱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我这个呀是9月份的新款，我不说功能了，你先看，蓝宝石的玻璃镜面，耐刮耐磨耐摔，而且啊往上滑，还可以收信息，还可以回信息，点进去能打电话接电话。比手机还厉害呢，支付宝可以离线支付，还有深睡眠浅睡眠都能监测呢。你要是喜欢呀，现在点击直播间，200不要还找你了。